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牧人青草地。今天要带大家看的书卷是厄巴底亚书，全卷只有一章，是旧约中最短的一卷书卷。作者厄巴底亚，他的希伯来文是主的仆人的意思。神借着厄巴底亚向以东这个国家说话。以东、以色列这两国分别是族长时期以扫与雅各的后裔，本应该是亲上加亲的血缘兄弟，但当时以东却是犹大的祸患来源。只要有国家攻打犹大时，以东必定加入。其实圣经中早就预言以色列跟以东这样的关系。在创世纪25章21节开始，他提及到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就是哥哥以扫与弟弟雅各在母腹中起源的故事。厄巴底亚书他完成的时候，犹大国已经陷落，神借着谴责以东积极参与与毁坏耶路撒冷的暴行，并将来以东也要落入审判，提醒以色列百姓神的国度在掌，神在掌权。神审判了以色列人的罪恶，也必审判其他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经文第6、第7节中提到，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果不其然，以东人在公元第5世纪也被另一个敌国驱逐出境。神不但预言了以东末后的景况，也同时在书卷中明示以色列剩余的子民未来的景况。第17节他说道，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这是一个对于已经亡国的国家最具盼望的应许了。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自己为我们的人以为我们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许是我们失去了至亲的亲人，也可能是我们突然在人生转折处失落了，一切都已经是不可逆。但我想抛出一个问题，如果不遇到这些，我们是否就没有办法把自己放下了呢？是否就没有办法承认我们需要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那些长久以来就存在的问题。是的，以色列民的问题就是对神长期的不忠，所以导致亡国。但不代表以色列民就不再被神所爱。神应许他们一条新的路，就是他们必得归回。至于以色列民为敌的以东，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神说必从高处被拉下，这是耶和华亲口所说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被神所爱的，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耶稣，我们不管如何都还是感谢你，虽然我们每天都要面对人生的苦短，但知道在你里面是有永恒的生命，求主时时帮助，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我们长久以来对你的不忠，那些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已让你染过太久。求主赦免，让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我们就会知道现在的遇到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你必亲自剪除那些不义的人事物，也带领我们走出一条新的路，一生都让我们活在你的荣耀当中。献上感谢，将感谢祷告都是奉主你的名来求，阿们。
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本周的恩事新闻。这礼拜的新闻摘要有四点，第一点是希望之光的募款音乐会，第二点是短宣的事工，第三点是母亲节的献儿式，以及最后会跟大家报告关于疫情最新的发展。上个礼拜六呢，希望之光在本堂的大会堂来举办了募款音乐会，这样的音乐会是要帮助他们接下来能够在希望之光不仅是只有一个建筑物，还有一间教会，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希望之村。我们将时间交给记者。5月7日晚上，希望之光2022年募款音乐会在台南圣教会举行。今年的音乐会由董怡君老师担任指挥，演出单位包括台南圣教会荣耀诗班、马太牧区曼陀林乐团、小天使乐团、儿童小精兵团队以及特邀音乐家、舞蹈团队，共同呈现一个丰富多元欢欣的音乐飨宴。希望之光是一个基督教非盈利机构，执行长贺温妮宣教士以圣经为原则，保护未婚怀孕堕胎危机的女性朋友，提供复原重建的支持。本次音乐会除了节目演出，也透过影片传递真实的生命故事。南圣的大家长高敏芝牧师肯定希望之光对台湾社会所带来的正向力量，祈求上帝使这个福音机构充满神的恩典与供应。看完了希望之光音乐会的报道之后，邀请弟兄姐妹继续透过祷告来关怀支持他们的事工。上周六的同时下午，在雅歌厅举行了2022短宣队第一次的聚集，总共有11支队伍参与在这个聚会当中，由教会的宣教士分享关于宣教的这件事情，盼望在今年暑假的短宣当中能够有新的突破、新的发展。让我把时间交给记者。5月7日下午于教会雅歌厅举行的第一次总聚集，为今年的暑期短宣揭开序幕。由大队长宋清牧师邀请宣教士来分享宣教专题，为短宣队员打开长短期宣教的眼光，装备应有的服事态度，让短宣成为深耕在地长期宣教的助力而非阻力，连结在地教会，让福音的动力不是昙花一现。最后，宋清牧师以《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来鼓励短宣队员，并预告下一次的总聚集将在一个月后6月11日进行历届短宣分享及誓师歌曲的练习。这期间也请弟兄姐妹持续为各梯队的预备事工来祷告守望哦。这个礼拜天呢是母亲节，每一年的母亲节教会都会举办献儿式，也就是母亲跟爸爸带着一个将孩子献上给上帝，愿意用上帝的话语来一生的教导他们的孩子的心情而举办的献儿式。而这一次呢，第二堂跟第三堂都各有6个小 baby，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可爱的模样吧。教会于5月8日主日崇拜举行一年一度的母亲节献儿式。本次献儿式共13位儿童，分别在第二、第三堂举行。高牧师特别说明，献儿式不是婴儿洗，而是家长们在神面前立定心志，将孩子献上，如同玛利亚将小小耶稣带到圣殿一般。接下来，高牧师依序祝福每个孩子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整场献儿式中，看见的是父母喜乐地将自己的孩子献上，盼望成长的过程中能够以真理不断地引导，也透过这些记录让孩子们明白他们从小就在上帝的祝福当中，更是要专心勇敢地向着标杆来直跑。盼望这群孩子们继续在神的爱当中成长茁壮，一生行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关于疫情，教会最近有一些新的发展，让我们直接把时间交给高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因为我已经确诊了，所以这几天我不会去教会。那也因着从上礼拜到现在，我们教会有多人也慢慢确诊，所以我们这礼拜我们的所有聚会都暂停，然后只保留礼拜六早上的祷告会。那也趁这个机会，大家都能够重新再来有一段安息的时间，教会
整个土地也是要安息。借着这个机会，我们相信在以后我们会重新再出发，那到下礼拜我才会再回到教会，所以大家这段时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那出跟入都要小心，为自己还有为家人，那我们如果有身体不舒服要记得哦，赶快要去去快筛，然后赶快进入到最好的医疗体系里面。那这两天我们教会就尽量不要来到教会，除了编制的同工以外，大家特别跟教会一起配合，谢谢。由于疫情到了五月中跟六月的时候可能会进入高峰期，所以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也一起用守望的心来为教会还有我们之间的肢体们来祷告，但愿这样的疫情让我们其实是更加的相近，更加的彼此相爱，也让我们家中有年老的或年幼的，我们也带着平静安稳的心相信神必定保守我们度过这样子的难关。我们这一周的恩事新闻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周再见。